不不，今天我们的目标，我们要摸到这个，好不好？摸到这个宇宙，因为这个是最高最高的，就是高度最高的，我们要目标要摸到它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开始咯，赶快摸摸摸摸摸摸。好，你需要一点配乐，配乐来演，好不好？摸摸摸摸，咦，摸得到吗？哦，好，摸到大象了。摸到大象了，暗象摸大象，哎哎哎，快摸到了，快摸到了，快摸到了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哇，对准，对了，对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就差一点点，就差一点点，一直摸到大象，嘿，哎，超特写，有没有摸到呢？哎呦，一直摸到大象啦，不对啦，要摸到那个啦，要摸到那颗那个宇宙那个，对，摸摸摸摸摸摸摸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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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好，我们在音乐，然后我们移下去一点。好，一下去一点的。好，咦，这个，哎，就是它，就是它，锁定这个。哇，抓到大象！哦，有没有办法摸到？就差一点点了，碰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瞄准，瞄准，瞄准它，瞄准它，哦，瞄准它！你从来没有摸到过它耶，对不对？快点喽，快点喽，小朋友，这个，好，帮你作弊，嘿，这个，叮。摸得到吗？不不呀，哦，好，摸摸看质感，好，好，放掉，摸摸看，摸摸看，摸摸看，好，它累，看来挑战失败了，难过。下次再挑战，因为这几个里面呢，其实他几乎都有摸过了。因为这个比较低嘛，那，啊，这个是之前的哦，又要挑战了，要挑战了，摸它，摸它，一直摸到大象，啊，就差一点点摸不到，摸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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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正面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再过去一点，那一。一直摸到大象，哎，一位置哦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加油，布布，加油，加油！哎呦，啊，他忘记，他放弃，他就是只摸得到大象，他摸不到那个宇宙。嗯，哎呦，摸到了，摸到了，摸到了！你好厉害呀，布布，你超厉害的，你终于摸到了这个玩具的最高规格的玩具，最高的玩具，而且是锁定目标，有目的性的摸到它的哦，超厉害的，棒棒！虽然说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很棒，但是棒棒，好棒啊！啊，棒棒棒棒，棒棒棒棒。棒棒棒棒！哦，你也知道蹦蹦哟，好吗？我们下次影片见了，恭喜你挑战成功。